我叫淘淘，来自于新疆库尔勒，出生于胡杨的故乡，现在是新疆楼兰制衣有限责任公司的总经理，陶楼兰品牌的创始人，中国十佳时装设计师。我的创作灵感均来源于生活，我深爱着新疆这片土地，我从小就有一个梦想，将新疆的文化元素融入到我的服装设计中，让家乡的兄弟姐妹穿着最漂亮的衣服，成为最美的新疆人。通过时装设计，将新疆的风土人情传递到全世界，让更多的人了解新疆，爱上新疆。神秘的楼兰，沧桑的胡杨，荒凉的雅丹地貌，这些都是我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设计灵感源泉。通过多年不断的努力、探索和创新，最终实现了传统元素和现代时尚的完美结合。下面我带大家参观一下我们桃楼兰的核心部门生产车间。这些是我的设计作品，这组服装呢是2019年艾特莱斯出天山的作品，作品融入了国家级的非遗艾特莱斯。艾特莱斯产自于新疆的和田，纯手工的织罩。我将一如既往的用新疆最优质的棉纺材料，融入多元化的新疆元素，设计出富有新疆文化底蕴的优秀作品，以服装为载体，将新疆文化一直传承下去。